好，在这里呀，我们真的要发自内心的啊，感谢我们的群主中了魔小帅哥，还有我们某某老师，包括群里所有的家人，真的很感谢。源于 PT 啊，我们走在一起，我相信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一个人呐，最大的运气不是捡到了钱，也不是我们中了奖，而是有一天啊，我们遇到了一个人，打破了我们原有的思维，提高了我们这样一个境界，可以带我们走出或者走向更高的平台，或者走向更高的领域，我们真的要去珍惜。所以说呀，大家要相信，今天我们群里每一个家人，我们真的要用一生的时间来感谢，带我们走进 PT， 带我们走进 Plus Token， 或者能够给我们讲懂 Plus Token 这样一个人，我们真的要用一生的时间来感谢，来感恩他。大家一定要相信，今天每个人走进 Plus Token， 不是说我们有多智慧呀，或者我们每个人有多聪明啊，是源于看到了很多人啊买币开狗进入躺赚啊，很多人每天有零点几个 plus， 有这个很多人有几个，特别像我这样梭哈的，每天有几十个 plus 这样一个收入，真的什么很兴奋。在这里啊，可以很真诚地跟大家讲，耐心等待我们的王，我们的 Plus Token 应该很快会回到我们身边，我们现在已经嗅到它的味道，已经听到它回归的脚步。所有的一切你要相信。所以说，所有的家人，从此时此刻开始啊，我们要远离消极，我们要远离抱怨，我们要不断的学习，提高我们每个人这样一个认知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赚的每一分钱，无论是传统行业还是区块链数字货币，就是我们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是我们认知的变现。大家都知道，认知来源于学习，认知来源于我们不断的去改变我们原有的思维啊。我们知道区块链真的来到我们身边，它整个已经纳入国家的这样一个战略，无论是一带一路，还是中亚合作，还是中非深度合作，这是我们国家的布局。而且最重要的一点，把每年的10月24号已经纳入了什么，我们国家的区块链日。所以说呀，所有的家人，我们马上要什么，迎接啊我们的 PT 的归来，而且我们要回归到原本我们每个人进入躺赚这样一个模式。所以说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，珍惜才能拥有，感恩才能天长地久。我们真的要感谢，要感谢我们 Plus Token 每一个不断的付出，不断的付出这样一个领导人。我呀，简单做一下自我介绍。这个我是个农民，因为一共上了3年级学，说实话啊，要我讲什么技术啊，什么专业东西，我真不会讲。但是有一点，本人确实很喜欢学习啊。我是东北，我来自黑龙江，当过兵，真的没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。传统行业呀，应该做得很不错，自我感觉啊，这是啊，
应该是19年的年初，源于我们的这个领导人的感召走进了 PT。 可以这样讲，到今天为止 Plus Token 我没有提过一分钱，而且收入非常可观，全部梭哈，每天都有几十个 Plus 这样一个收入。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相信，今天我们 Plus Token 每一个家人，你们每个人都很有价值。因为有句话说得非常好啊，如果我们被别人感召，证明我们很有价值，那如果我们去感召别人，证明我们很有能力啊。原因我们每个人都很有价值，我们都是被别人感召，我们走进 Plus Token。 所以说每一个家人要相信，我们每个人只要你是 Plus Token 的会员，你是使用者，无论你有几个钱包，一个也好，两个也好，你一定要相信，你的今生包括你的下一代或者两代注定是富人。首先你要相信。所以说所有的家人，我们真的要什么，首先给自己定心啊。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我们的未来，无论是五月份还是六月份，大家一定要相信，时间一定不会太长，叫呼之欲出，这是国家的战略。而且大家不要去纠结很多东西，举个简单例子，我们 Plus Token 这样一个技术团队，大家要知道，无论是 Leo 还是我们的金钟仁，他的发心啊，他是为人类，为各个国家要做出更大的贡献，去实现每个人更大的这样一个价值。所以说呀， Plus Token 可以这样讲，它的技术未来在3年之内或者5年之内乃至10年，它一定是最领先的啊，高频量化双向对冲搬砖，做空做多杠杆合约这些东西我不懂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在全球它的技术是超领先的啊，币融也好，混币也好，证明它的技术。而且最重要的一点，很多老师都在讲啊，都在查呀，我不会查，非常简单，大家要相信。Plus Token 是个巨鲸，很多人说啊，有这个1000亿了，有3000亿了，大家一定要相信 Plus Token 整个资产的价值完全要超越每个人的想象，一定是超越3000亿或者4000亿。怎么解读啊？给大家做个梳理，我们628，说实话真的很感谢628。为什么这么讲啊？因为源于628，我原来每天都很恐慌，都很恐惧。为什么呀？每天有这么高的收入，每天有这么高的收入，很担心国家的政治，国家的形势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啊，他已触碰了国家的红线。怎么解读啊？是源于628，我们 Plus Token 无论哪一天归来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合法的公民，我们依法纳税，我们每个人都在为国家，为这个社会在付出，在做自己这样一个贡献。所以说让我们更有安全感，让我们什么活得更踏实，真的要感谢628啊，让我们每个人能够不断的来重新认识自我，来给自己一个重新的定位，来不断的审视自我，能够真正静下心来，系统的来学习区块链，未来给全球人类带来这样一个价值，包括
它真的可以很快速的什么改变所有平凡人需要改变的这样一个命运。真的要感谢628，让我们透过学习，让我们透过学习，我们有自己的认知，让我们内心变得更强大。所以说大家要相信啊，普拉斯托肯整个这个资产完全要大于几千亿，大家要相信，一定要相信。今天无论是有多少钱是项目方想让我们看到的，还有一大部分他不想让我们看到。所以说普拉斯托肯他是我们币圈这样一个巨星，将来可以操控全球这样一个币市。所以说我的家人们，欢呼吧，雀跃吧，未来可能不需要时间长，到2022年之前，我们群里每一个家人，我们 PT 所有的家人，我们都是财富的应用者，而且每个人你都是财富的缔造者，我们每个人都想成为什么中产阶级。让我们透过 PT， 让我们透过 Disciple， 让我们真正什么过上自由超凡的生活。还有透过学习呀，大家一定要相信，今天任何人如果再给我们讲这个区块链金融啊，无论讲任何一个这个项目啊，金融类项目，大家要切记，可以这样讲，普拉斯托肯很好，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德行到了，我们的修行到了，我们能与普拉斯托肯为伍，我们能真正拥有普拉斯托肯。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相信，将来任何人给我们介绍任何项目，你记住，你就记住两点。第一，无论是什么项目，只要需要手机号注册，你就记住，你远离；只要需要邮箱号注册，你也要记住，你要远离。还有推荐码的，怎么解读啊？所有用手机号注册，所有用邮箱号注册或者扫码的，它都是有中心的，它都是有项目方的。因为区块链是什么？去中心。所以说这是我个人的认知啊，因为普拉斯托肯可以这样讲，有中心，但是它是真正的区块链技术。因为我们每个人，我们的德性，我们的修为真的到了。所以说呀，感谢啊，感谢一路陪我们不断的前行，感谢每一个为我们普拉托肯付出的这样一个什么家人。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相信，人在做天在看啊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做个好人，做个懂得爱，知道啊，送人花香，手留余香，不以善小而不为，不以恶小而为之。当一个人想获得爱，想获得关心，首先我们要知道珍惜啊，我们要善待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。还有心怀感恩，感谢万事万物赋予我们这样一个爱。这一听好像讲迷信，不是，感谢太阳，叫万物生长靠太阳，感谢雨露，它滋润万物在茁壮的成长，感谢瞧不起我们的人，今天我们要低调，有一天我们普拉托肯回归以后，让我们真正成为成功人，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财富自由。但是我们要谦卑，我们永远要有一个学习的心态，叫三人行必有我师。同时更要感谢我们自己啊，感谢我们有一双健康的双腿，
因为他能让我带着我们每个人去丈量这样一个世界。感谢我们的小心脏，每天要去拍打他，要去安抚他，宝贝儿，我爱你，你真的很辛苦，每天都在为我工作，我很健康。感谢我们一张嘴，因为它能让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，包括我们的感情，能够去表达清楚和明白。所以说，当一个人你感知万事万物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什么，获得万事万物赋予我们这样一个爱。